嗨，我是九月，今天做了姜撞奶。有人说我看你视频很久了，但是一个都不做，要么觉得太难了，要么没有材料。那我教你一个材料超级简单，手残也能做的甜品。今天做的这个只需要两样材料：姜，洗净削皮之后把它磨碎，没有办法磨，你把它捣碎也行，只要能取两勺姜汁就好。姜汁好了备用。另一种材料就是牛奶，250毫升牛奶，加糖煮沸后，关火再稍微搅拌一下，冷却到70-80度的样子。牛奶要从离碗高一点的地方倒进去，冲击力会让它们混合均匀，不用搅拌。做好的姜撞奶盖好，锅上2-3分钟就凝固了。看，这不仅是一个美味的小甜品，还可以暖胃。女孩子们要是肚子疼的时候，可以做给自己吃。男孩子们也可以先学一门才艺，以后做给女朋友吃。